原来所长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却以为他在吹牛。人家一个辅警一个月2000多块钱工资，你想让人家把命给打上去？这是警察荣誉中的一段台词，很多观众看完都感到很奇怪。辅警好歹也是和警察沾边的职业，薪资待遇怎么可能这么低？我带着疑惑上网查了一下，才明白全国辅警的工资基本都在3000以下，要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城市，可能还不及普通民警的1/3，有些地区甚至都没有五险一金。再者是因为辅警没有编制，属于合同制的临时聘用人员，才会只有那么点工资，一个月不到3000块钱。不到3000块钱，那你怎么活呀？更要命的是，辅警甚至都没有执法权，执行任务时身旁必须有一个民警共同执法。再比如辅警调解问题时，哪怕明知一方有错在先，都不能自作主张，只能等一旁的民警下决定。民警执法受伤可以收获各种荣誉奖项，辅警要是受伤甚至牺牲，顶多算个见义勇为。就像那句经典的电影台词，一个月才几百块，你玩什么命啊你。最后辅警和民警的着装也不同，在制服肩章上，民警能够佩戴1到3颗4瓣的星，另外警服上的警号也暗藏玄机，民警是6位的纯数字，前2位是地区或部门代码，辅警却是 FJ 加个人编号。偏远地区的辅警甚至都没有警号，而且民警有警官证，辅警却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物件。由此可见，辅警的待遇对比民警差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派出所民警的工资究竟有多高？一般公务员根本没法比，甚至比同级别的多上38%。这可不是我瞎说的。首先，五险一金就不用解释了，最关键的是公积金和社保都是按照最高额度交纳的。况且这还只是五险一金，薪资待遇一般来说。说警察的收入都要高于普通公务员，因为派出所警察是属于公检法体系，警察可以享受一个叫司法补助金的特殊补贴，一般是1000块左右。有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，补助金更是能够到达1500元。如果是乡镇派出所的民警，要比城区派出所的工资高出一些，因为乡镇有个特殊的乡镇补贴，一般在500块左右。但架不住这个补贴是按月发放的，一年凑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，工资收入自然水涨船高。除此之外，警察还享受一个警衔工资，具体也得分情况，警衔越高，他们拿到的钱也就越多，有的警察能拿到几千块的工资。就像警察荣誉中八里河派出所的所长王守一，他除了警衔工资外，还能拿到一些职级补助，具体的收入要看当地的经济情况。一个地方的经济越好，警察的工资待遇就越高，所以一般的警察收入是明显吊打普通公务员的，甚至比同级别的多上38%。当然了，咱其实也不用去羡慕他们，因为职业的特殊性，警察的危险程度很高，付出多，工作强度大，工资高也是理所应当的事了。在电视剧《警察荣誉》中，有很多民警抓捕的镜头。可无一例外的是，他们穿的都是皮鞋，这不免让人产生疑惑。按理来说，皮鞋本身独特的局限性导致民警在行动上显得十分不便，那为什么民警不穿运动鞋呢？在很多不熟悉民警办案的观众眼里，电视剧里那些民警抓小偷的戏码就是他们的日常，其实不然。首先，民警分很多种类，其中就包括了户籍、刑侦、办公室以及后勤和管理岗等，这些大多都是普通民警，不需要外出工作的那种，所以对于运动鞋的需求并不是很大。再者就是工作方式不同，因为民警一般大多数时间都是取证、开会、查监控、走访，还有我们看到的其他刑侦类手段，抓捕犯人对于他们来说反而只是行动的最后一步。这时候你穿着运动鞋登场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毕竟抓人只是一会儿的功夫罢了。民警不穿运动鞋还有一个原因是条例规定，如果你身为民警在出警的时候还穿着花里胡哨的运动鞋执法，不少人的第一印象都会想你这肯定是在搞事情，影响警容警纪，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穿黑色作训鞋，也不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毕竟维护社会治安才是民警的首要目的。